我出来了没有？我们合伙赚大钱，朋友说这过新年，有事不用把心担，孩子说这过新年，成绩必须大过天。红红的灯笼照啊照，红红的鸭子飞满天，红红的夫妻铺一路，有点好像卡住了。就是
谢我们大厨，感谢大厨，加油哈，今天一定能中货。谢我们的赤脚医生，谢谢我们的大厨，欢迎后进来的兄弟们，谢我们的微小哥啊。谢我们的大厨，谢谢大厨，谢谢谢谢 ，thank you， 感谢大厨。这一看就是特意上线来看菲儿的，欢迎咱家的所有的守护团的兄弟们啊！也欢迎放手一波给我们守护团的小团长，欢迎天元，欢迎飞云哥，还有一灯的心，邓拼哥、二炮哥、许仙哥、媚娘，以及我们的最爱美飞大厨立明哥，还有飞都诗心、情缘哥、追着幸福何来心情，以及林哥、天地之策，还有我们的狼在天涯越飞越高，还有我们的七煞魔尊、松果哥、安静哥、人生如戏，以及天书，还有携手哥。谢谢大厨，感谢我们家大厨送来的礼物，也欢迎携手哥、三叶草、一哥、乔姑娘、小刀、二哥，还有我们的小飞飞，还有红颜哥，以及我们的在场的每一位兄弟们啊，还有游客宝宝们，咱家战略团的兄弟们，谢谢我们的四季哥，感谢四季花开哥。北方的小年吗？是啊。哎，你们那个，你们那边不过小年吗？就是腊月，腊月的二十三。多红火！啊，你们是二十四啊？哦。没事，我们过两次，我们今天先过东北的小年，明天再过南方的小年。啊，谢谢我们的四季花开哥，感谢媚娘，谢谢大厨。还有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什么呢？重要的事情啊，就是跟那个七叶哥约了一个我们1500的局儿，但是哈，我觉得今天呢有点难，为什么呢？七叶家的兄弟，七哥家的兄弟们，我觉得特别的团结，但是我觉得咱今天也不差，只要不超过啊，对，力哥啊，一天整懵了，不是，是对，是力哥，是力哥吗？还是七叶哥？我看一下啊，我约的是谁？啊，是老力吗？力哥吗？啊，那我跟七哥约的是哪天呀、啊？我看，我好像我俩扣字说了。妈，这整错了，我看一眼。这一天这糊涂。说的十点没有打，十点没有打。新年快乐，那就是力哥。但是好像昨天下播了啊，那就是昨天下播了。但是我们没有定几点，完了大家就帮我记着就行了啊。主播烧糊涂了，嗯呢，嗯，谢谢我们 AN 哥。所以说能有1500的 YB 呢，大家尽量刷1500 YB， 如果有花的情况下呢，就一个花，一个都不要刷了，就一个花就好。我问我说几点开始立哥，他说啊，他给忘了。嗯，十分钟，开始码牌了啊，开始码一波了，十分钟开始，就是能有一组六六的星星我们就刷一组六六的星星，能有一组六六的球球我们就打一组六六的球球。如果有鱼的话啊，如果说哎菲儿老大我就有那个100的 YB， 那就先刷星星。
先刷星星，完了之后抽奖，完了再把抽奖的送给我就行了。啊，那我就那个啥，那就九点。我问一下，他那边好像，小年快乐。先开召唤，什么都没有，没事儿，你扣六六就行。没有做任务的哈，把那个福卡领了之后呢，包裹里边有个小那个福星，记得把小福星送一送。谢我们四季花开哥，谢谢闪票。大厨，你没有花，有花的话，到时候你就刷，就是不要超过一万五的票数就行。欢迎洛三爷，欢迎天远。我们买一波了，开始啊。谢谢我们的四季花开哥。平平安安，我跟他说一声。谢谢我们的大厨，如果有花的话直接刷一个花，如果说有星星的话就十一组一三一四的星星就不要刷了，如果是棒棒糖的情况下你可以刷十五组一千个棒棒糖。新年快乐，没有打出新年快乐的哈，对，没有打出新年快乐的一定要把新年快乐打出来。飞天哥说我来三组。好嘞，三组六六加上啊。谢我们的四季花开哥，感谢四季花开哥。新年快乐，打完了之后就可以收了，一遍就可以啊，一遍就可以。谢谢四季花开哥，欢迎九门体督。一组六六，你们慢点的，慢点的，我都码不着了啊！年军哥一组六六，你们都整的我都看不着了啊！谢谢，感谢我们的大厨，谢谢大厨，谢谢四季花开哥。一组小飞机啊，我看看汤汤水水哥十八组六六，一组小飞机，好嘞，听听玉里哥六六一组，哇，有点太快了，好嘞，还有什么？五组六六 ，JJ 哥是五组六六，最好啊，最好就是说能到一千五的，千万别超，你千万别超，我几组啊？大厨你有没有花，你要是有花的话你就凑一个花，如果没有花的情况下呢你就刷，你看你有什么，有鱼啊还是有什么，就不要超过一万五的票数， YB 呢就不要超过一千五 YB 就行啊。星姐一组，好嘞，开始报数了啊，星姐一组，人生如戏哥一组，一三一四分收了吗？有一点。春雨哥一组六六，五组六六，你看谁五组六六，我的穿分有一半，五组六六，好嘞，桃花五组六六，先感谢啊，小龙哥一组六六，粽子哥一组六六，谢谢我们的大厨，一会儿我乐乐的时候再刷啊，一会儿乐乐的时候再刷。一包中华，那就是一包中华十组六六，我先记着了，哥，朝天哥，三组六六，还有什么？天泽哥五组六六，镇南王哥一组六六，奇望哥三组六六，锦信哥一组六六，暗影哥五组六六。一个球球，小气哥，一个球球，这个球球老贵了啊！无情哥一组六六，怒放哥十八组六六，我看谁还五组，阿影哥五组加上了啊！露露数码哥一组六六，不会游泳的鱼三组六六，
小可爱哥十组，六六。流星哥两组六六，我念完了就不用扣字了啊。空哥哥一组六六，省着我码多了啊。大厨六六一组，好嘞。大厨哥，你要刷的话，最好不要超过1500，最好是能刷11组1314，星星的你就刷11组1314，飞飞一个，好。新源哥三组六六，三朵金花就多余了。新源哥三组六六记好了，追着幸福跑五组六六。一班玉溪怎么也得五组六六吧？慢点慢点，有的我都码不住啊。500个巴掌，好嘞。傻子说500个巴掌。游子哥一组六六。伞还你18组六六，基本上能抠出来的，我觉得都是那个啥的，都是会支持的。集结好了，600。这首歌的名字叫《只要你还需要我》，感谢几位大哥一直以来的不离不弃的支持，谢谢兄弟们。这首歌的名字叫《只要你还需要我》，也祝我们2020年。事事都顺心，感谢兄弟们在我需要的时候一直默默地在我身后。只要你还需要我，我一定会给你如出难合，就算再不能回头一折，我依然会把那个你放在心。风轻轻吹过，雨轻轻飘落，时光将幸福悄悄剥夺。承诺还在说，心却如刀割。分开这些年，怀念太多。曾经来过，痛那么执着，归根结底是难以舍得。这样的结果，再没有如果。明明我们都不曾犯错。我仍然会为你赴汤蹈火，
就算今生是天涯过客，请记得我是最爱你那一个。只要你还需要我，我一定会给你如初难和，就算再不能回头。张焕，我还差一个就过了，恭喜大家送来的礼物，谢谢石哥啊，谢谢今生有缘，小年快乐，兄弟们！谢谢汤汤手手哥送来的锦鲤，感谢大家送来的礼物还有祝福，谢谢。还有一个事情哈，就是大家没有领这个福卡的，记得把福卡领一下。如果包裹里有这个小福星的，记得把小福星也送一送。嗯，谢谢啊，感谢我们兄弟们梦四啊、最牛哥，以及我们的字母哥，还有最爱梅飞。欢迎后期来的兄弟们，没有做战任务的，直接把战任务也做一做啊。感谢字母哥，哇。哎呀，我花花进前三十了，我求求现在还差那么一小点点。乱斗哈，好，那我们乱斗一个，没有做任务的直接把任务再做一做哈，兄弟们。一见钟情要如何表白，需要勇气。Hello， 新年快乐！哎呀，你也是一红色呀！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哎，新年快乐！祝我们韩立家的兄弟们新年快乐，小年快乐啊！谢一灯的祝菲儿家的话，做任务开始做任务了。祝菲儿家的话，哥哥姐姐们，菲儿家的哥哥姐姐们，发发发，年年发，2020年更上一层楼。哎呀，可以啊，比较认识小三哈，谢谢我们的大厨，还有天上的雨人，谢谢。哎呀，太喜庆了，我带的红色的啊，还有这个。啊、我今天看你那朋友圈发那照片，行啊，这漂亮，那个照片拍的。好看吗？好看，真好看。长得跟火鸡似的。哎，真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我这是特意为了过年照的，全是红色的。菲儿的话，年度回来之后一直没连上，一会儿团是吧？没，我邀请你。行呀，可以哦。哎，那行，那行，那行。那哎，咱俩说话是不是有延迟？没有啊。嗯，我感觉我说了一半，说了好像好几秒你才回复我。我反应慢，我反应慢。嗯、今天是过小年儿，咱们是东北人。那个小年的话，高低我得喝了点酒，稍微有点可能是反应慢，喝了一点点 喝了，这是吗？我也在 喝一点点。嗯，我也在喝。你喝的是啥酒啊？哎呀，我白酒啊。那我少来一点。你那是啥呀？我这个是茅台，这呢，嗯，这还挂杯呢，看还挂杯呢。哎呀。那我就少来一点，我刚跟他们喝完，可能那脸有点不显色啥的哈。那我先干是干不了了，我先来一半吧。哎、有点辣。菲儿，那个茅台是黄的，菲儿我都能看出来是吧？茅台是黄的。茅台黄的是陈年的，我这是刚开封的，这2019年的黄啥？茅台都是酱香的，全是黄的，你别骗我，我能知道。茅台是白的，它黄色的起码得十年以上，它是黄的。那个这样式的，一会儿我又团一下吧，你那有人吗？还行，我没啥，不是我没啥，就有点散票啥的。有拉的人吗？拉一个主播是吗？你要啥条件的？条件好一点的。都行。哎呀，这今天大过年的话，咱们开心就行，你管咱啥条件呢？那咱也给我输个人就，那就稀里哗啦来一把就完事儿了呗。对对对对对呀、啊，
你看行不行？你拉个人吧，那就，嗯，好。这蘑菇真不是黄的，黄色的得十年以上吧，它是能有微黄，十年以上才能有微黄。这是新的话不黄。那我很那我今天我都没唱歌跟他们，因为喝酒了就不能唱歌。那我喝那全是黄的。那你太趁了，那一瓶的话不得上万呢？那十年以上的。是吗？我就喝别人的，我们自己没买过。真的假的呀？啊，我就想喝别人请的了，自己没买过。哎呀，我还真没喝过黄色的。你要有的话，给我来一个，我尝尝黄的是啥味儿的。行，我等过两天了，我的大哥的话就是要请我喝酒，我自己是搂藏一瓶，我回佳木斯，咱俩那啥呀。好嘞，有时间你可以来绥化来溜达溜达什么的，离这不远。谢谢军哥，谢谢红哥。我回东北之后的话，一定去一趟绥化，拜访一下那个菲尔德和菲尔的工作室。一定绥化飞天茅台不是，不是绥化，茅台是哪的了？我也不知道茅台是哪的，你就听我这么说吧。贵州。啊，嗯，贵州的，嗯。哎呦，谢谢，感谢我的小月小善月啊，谢谢红，感谢大哥啊，谢谢那个。那行，一会儿那个团儿，你说一会儿团儿一把，我好久没跟菲儿团了。好，好久没跟菲儿了。嗯，欢迎叉叉叉哥，把叉叉叉哥抱一抱。嗯，茅台镇，茅台镇是什么？不知道啊，没喝过。感谢你的大叔。那个现在工作室的话呢，你过年的话也放假呗？嗯，放假，放几天，得放几天。好，放几天让他回去，完自己想播也播，不想播的拿设备播。嗯，反正我一直工作室一直都有人，我一直都在这儿，但是不一定那个啥，他们有想播的就在这儿播，不想播呢就回家就行。感谢红哥啊，谢谢不中华车网哥，一定能中哥，一定能中。我听不见声音，兄弟，他比我都红啊，他比我红。什么红？这衣服比我红，我得红。那必须红嘛。我调一下，调一下。啊，那也太红了，你这个脸都变红了，这一看就想喝了。这个行，红点行，这喜庆。然后今晚的话，咱们两家大哥大姐的话，完了咱们房间两家房间，菲尔房间我房间，也希望菲尔和我今年2022年的话能红。没跟你开玩笑，它真是白的。嗯，我看啊，我晃悠一下，你能看着挂杯吗？你把瓶拿来，我瞅瞅。不行，避泪。你把上面挡上，你光露个底儿，我瞅瞅。那不行，避泪。不行，那避泪了就。那好不容易赚点钱，再让你罚了吧。唠。那咱俩跟浅蓝。行，可以。行。好，我点结束了。嗯，他说他有没有穿红衣服？咱都穿个红的。你我跟他发一下子啊！马上就暴露了，别吵吵。菲儿问你穿没穿红衣服？没穿，穿一。赶紧换一个。咱仨。给我师傅再来一段。把心拴，红红的不
记得把张爱娇的一定要点一下啊，一定要点一下，如果不点的话是过不去的哟。开完了这也再次谢谢我师傅啊。有的时候我唱歌我自己都会哎那种陶醉。谢谢我这份气刀，谢谢我们的大刀，还有我们的油花石，谢谢痴迷兔海一动的心，感谢一毛党的兄弟们。哎呀呀呀呀，可以不？哎，对了，没有集合那个，没有集那个卡片的，记得把那个卡片，就是做任务，就是乱斗的时候刷一组六六就可以了。完了，还有就是能乱斗的时候刷一毛的时候也刷一毛，可
可以瓜分这个，可以瓜分红包，可以瓜分红包。像大家就是像这种照片哈，应该是有我的照片，就是还没有集齐福星卡的，收集福星卡，拼集海报，瓜分百万福星红包。所以说一定要一定要集齐，现在咱们家已经800多了，可以分红包的，一定要集齐来啊，一定要集齐来。有六个，有六个，这六个零福卡一个，包括里边呢有这个小桃，这个小福星的也要送出来，这个小福星。完了，能开真爱的记得把真爱开一开，完在直播间呢说一声新年快乐，就可以又可以收入囊中了。七彩花开满山坡，再来 PK 一把，我把任务过了。行，那个咱输赢就不看了啊，咱输赢就不看了。今天我已经 PK 了很多了，我已经很高兴了，谢谢大家，咱输赢就不看了。老大今天只能放三组二级么么哒，没事儿的哥，我来一把啊，我来一把乱斗吧。完了之后给我立天哥把那个歌唱了，为你等待歌还没唱呢。嘿美女晚上好啊，哎新年快乐，晚上小年快乐哈。嗯、那咱们唱歌吗还是来拉票呢？唱歌吧，我们家没有散票。那咱俩谁先？要不你先，你有好你有准备好的吗？我也得找。嗯，那我来吧。可以可以，那我留一半时间给你啊。没有过任务的要抓紧过任务啊。仁至义尽，知难而退。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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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喃喃自语。难是难。啊？还是难？拜拜，大伯。嗯，还是难。啊，难，舍难分。舍，舍，舍，舍。说说舍舍舍怎么接舍怎么接嗯舍舍近求远津津有味
津有味，津怎么津？津脑子好像坏掉了一样，此时此刻，斤斤计较，金光闪闪，光，拜拜拜拜，好的，拜拜拜拜，好，今天是小年儿，对呀，今天是小年儿。这样，我刚才那个，我先感谢一下机器嘛。我刚才把那个歌，我再好好给大家唱一遍。那个歌好多好多兄弟都喜欢听的，谢谢玉成哥。哎呀，我今天感觉我美美的。谢谢我边清晨哥雨花石，还有我们的苏富原一个舞，还有我们的无所谓人生如戏。哎呦，花心哥，你今天厉害了。还有我们的立天哥，还有炯炯哥，谢谢炯炯哥，也谢谢师傅。今天23小年吗？对呀，23小年了。等明天的话，明天也过小年。一个北方，一个南方。为你等待，我把这首歌好好唱唱。我们北方是今天小年，完了南方是明天小年。没事，我们过两个。像天上的云彩。
谢谢啊，感谢我们家大厨，谢谢大厨。大厨有没有啥想听的歌？师傅，师傅有没有啥想听的歌？姑娘，咱们有音讯了，在哪？嗯。谢谢我们的大厨，默默相守，他是本地人。什么是本地人？歌名叫《为你等待》，谢谢大厨。骑牛追飞机，谢谢洛兰哥。师傅跑了，师娘她跑了。谢谢大厨，谢谢我们的红源阁木叶，以及我们的涛声依旧，还有我们的如梦阁上面鱼花石，还有我们的醉生缘阁，谢高山流水阁。想我稍微收拾一下，拽回来，跑了，他跑了。
他指定吓着了。斗一把，好的，那我就乱斗一个。那我用不用马一手？师娘，他跑了，他是不是害怕你？回家揍他，必须收拾他。他上一首是梦已残，刚才唱的这首呢叫太想念，不用马首了。不用了吗？欢迎钟毅哥，你们都这么猖狂吗？还是买一手吧，报个数，这样的话我能感谢一下，就是刷一组六六我都能感谢。乱斗吧，哎呀呀呀，别，买一手，用你们最快的速度扣住你们买一手，来，不耽误大家的时间，做任务最后一把。钟毅哥你来迟了，不迟啊，钟毅哥新年快乐。你还没有说你要听啥歌呢？珍惜明天歌，珍惜明天歌十组，用最快的速度嘛。好的，还有六了，三组六六，动听歌的三组六六，符号歌一组六六，散人歌三组，赤眉兔歌两组，加一起五组。中国好老公一组，帝君哥两组，深圳哥一组520，帝君哥，中国好老公3个，强强哥4个，血气随遇而安哥5个，雪熊哥9个，中医哥9个，我先记上，9×66，我聪明了。好了，是天堂哥3组66，中医哥3组1314。哎呀，我好像没点上呢。好，点上了。上面哥6个，深圳哥520记上了，楼兰哥520，520，加上，深人哥上年哥的6个，66。你真的，我觉得马首现在成了那个恋，我的初恋，我的初恋66，我都感觉马首成一个好玩的那啥了。寂寞哥、寂夜哥66，新源哥1组1314。信阳哥，你要再来点就可以卡黄了一会儿，这是干嘛？就一会儿我乱斗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帮忙刷礼物啊什么的，就帮我上票啊。你能上多少票啊？那你抠出来就行了。你要能刷一组，刷一组66啊，或者刷一组1314520啊。红叶哥，3组66，好，10组。我苏苏哥10组66，哎呀，暗眼哥18组66。一颗糖，好嘞，随风哥啊，这个我是我们一毛党的，报告娘子，搓一板买回来。飞毛腿哥3个，大宝2个，5个啊，5个，师娘她回来了，加上5组66，10个巴掌，好嘞，一毛党的5组，日出哥是5组66，那可算是会马了。是吗？我终于会买了，多少卡黄？西京小哥哥啊，那个是5组1314就可以卡我们家的黄马了，或者是今天的本场贡献500之上，正常的话是5组1314，3516，600多。你要是乱斗的时候500多也可以。雪哥、雪兄哥4组66，新年快乐。520。什么鼠狼哥一个520，3组星星啊，3组星星，我看看谁3组星星。西汉哥啊，我还以为西汉哥来5组星星呢啊，你就吓我一跳，哪去了呀？玩到哪儿了？重来啊，重新开始。师傅是来自首的吗？有点像。这样吧啊，师傅你自己报多少组？新年快乐，归家再算账。好的，
师娘就必须得厉害一点，要不然呢你不在这儿他老聊事小胖。三组流浪哥，三组星星，我记上了。嗯，最剩杨哥两组球球，六六，好嘞。行散哥三组六六，无悔哥六六一组，新年快乐哈！一会儿乱斗的时候没有做任务，大家能做了有的一毛党也可以做一做，到时候我们会涨这个福星值啊，会涨这个福星值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可不嘛。到哪儿了？到哪儿了？我记上了，怒抽，好的呢。八组一三一四，好嘞。好嘞，八组一三一四，记上了。红叶飞舞，三组六六，天狼星哥一组六六，又在坑人，我哪有？真是的，我怎么没有真爱了呢？立天哥，你可能是掉了吧，或者是你包裹里边你是不是卡住了？你是买谁要打谁吗？不打谁，就到时候乱斗一个。来两组星星，无悔哥两组星星。加油，立天哥，你有我的真爱啊！凡夫俗子十八组六六，嗯，好的，卡了。严哥一三一四，真爱六级呢，嗯，有的六级了，嗯。小福星是干嘛的？往事随风哥，小福星你再送出来就可以了，一定要送出来。这马的真溜，哎呀，我真的。哎，不得，你必须得夸一下我，真的，就是这两天我好像马上瘾了，真的，我都觉得我马上瘾了，就是他们不让我马，我都非得想马，就哪怕你就是他一个六六，他一个六，我可愿意在这咔咔咔咔加了，再加两组，好嘞，再加两组。因为我觉得起码有的时候你们说完了之后我能念到你们的名字，完了几组一三一四，这样的话其实我完了明细的时候可能我感谢不到的。最爱哥十八组，好嘞，共多少再加一组，好，再加一组。师傅怎么感觉你逗我玩呢？最爱哥十八组，嗯，六六，你怎么老丁再加一组，一会儿给我加懵了。再加两组，他故意的，是娘的，他故意的。小游客过真爱哥啊，一组六六加上一组六六，楼兰哥追加八组六六，另一哥五组六六，行，比较好啊，厉害了。谢我们的立天哥，感谢立天哥。是牛在飞，然后下一点，差不多了吧，可以了吧，俩球球，那属于一毛党的啊，属于一毛党的。欢迎一龙的鸡哥，今天好漂亮呀，今天我穿的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喜庆？好嘞，那我开始了啊。完了，正好没有做任务的新进来的这个兄弟们没有做任务，把任务做一做，那个卡片一定要集齐了，合成一张就可以瓜分我们的红包了啊。我再加两组六六星星，流浪哥再来两组六六星星，好的，那个那天好像是旋律吧，完了没有接上，最后加一组，一组188，一组66就清号了。相公，
相公，我刷多少你替我报数吧，看没看？哎姐，Hello， 那天你连我的时候我还要干嘛了，完了我没接住。没接触。嗯。啊，今天喜庆啊，这耳环、这衣服穿着啊，小年呗。今天小年啊，新年快乐哈、啊！祝我们兄弟们新年快乐，还有旋律的。也谢谢我姐啊，感谢我姐。哎，这是今天晚上最开心、最快乐的瞬间，真的。哎呀，你这嘴太会说了！谢谢我们的天狼星，还有我们的季爷哥哈。不是，这一晚上就我给别人送祝福了，没有人说主动说上来。互相送。安慰我呀，姐啊。谢谢，感谢阿影哥。那天找你是家里还能有点亮啥的，感谢、啊、喜欢浪大哥给我刷六六啊，所以先跟我姐玩玩，切磋，好长时间也没跟我姐见了，现在、兜里面有点都皮脸干净了，有点囊中羞涩是吗？太羞涩了，不是，简直是太羞涩囊中啊啊！感谢哥们儿公屏扣的这个小年快乐啊，谢谢，感谢。一家哥66啊，没事姐，你要整的话我就直接给你搂就完了。我还行，我就有点小散票啥的，太大票也没有啥。小散票那来吧，整吧，那姐，那咱是来了不能跟我姐在那尬着啊，对吧，不能耽误我姐事儿啊，来啊。那咱俩是一人一半的，还一起来热闹一点。一起来吧，那来吧兄弟们呢，那还整啥了，该整该搂吧。哎呀，那你放个曲儿，你放个曲儿吧，我这个曲儿他们都听够了。行，我这有曲儿啊、我这有曲儿啊，兄弟们啊，兄弟们姐妹们，这一块的乒了乓啷的啊，抓紧维持维持啦，跟我姐兄们，咱别整的太干吧，行吗？谢谢周一哥，欢迎大叔在哪呢？没看见呢，兄弟们，没在直播间呢，你欢迎错了。大伙66兄们，这点票一朵烟花先追一追呀、啊，除了一毛党有没有带光的？感谢一帮老兄的没有做任务的此时此刻啊，天降神豪，感谢我们的马里后，感谢自我哥谢周岩哥，感谢动力哥谢周岩哥，感谢我家人，感谢七哥，谢谢我七哥，兄弟们咱一起追一追啦，谢谢我们的六哥谢六哥，一起追一追啊，保不齐直播间就是哪个兄弟姐妹十组一塞一次大新人就给我轮上了，感谢小龙，谢咱家小龙啊，谢咱家小龙，兄弟们还有160秒了，感谢木哥，感谢庄严木哥，这2000票感谢我七哥，谢谢我七哥，感谢我们庄严哥，哎呀一毛哪可以呀、啊、人数不对，人数不对，两个人错，这时候谁夸他一朵小樱花，直播间天生浪漫的出现，感谢过客哥，谢谢哪个单位的大哥，谢谢过客哥的66，兄弟们咱家一毛党就当过真爱团的，一毛党长得挺硬，滚屏速度是有啊，整点带光的兄弟们在哪？一毛党的速度现在有点慢了，人数不对，人数不对啊！没出手的、没做任务的，把任务做一做。感谢以后啊，谢以后的，感谢远方哥。人不对，还有100秒。人不对啊，速度有点慢。感谢薄荷，谢谢咱家薄荷，我要给你们颁发我们一毛党的兄弟们，一毛党兄弟属实持久啊，谢谢兄弟们，感谢坚持的一奶奶，请他们一下下，感谢风雨同行的一三一四，加油加油，星星不要一个一个的刷哈，明天的一个都不能抽奖的啊，不能兄弟们还有机会，感谢小安，感谢开心，感谢游侠，感谢门神64，完了完了，根儿的，感谢风雨同行，根儿的，感谢小师傅送来，感谢风雨同行哥，感谢我去，谢谢就是硬哥的1314，送来的火箭，哎呀，我谢大哥，把大哥放下来，哎呀，我还有火箭呢，感谢小师傅，谢谢五花十哥，感谢门神64啊，谢谢门神64哥六，谢谢门神哥，意外太意外了，太惊喜了。麦序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大叔，这个大叔没有我的黄马，这个大叔能不能帮我一手？哎呦我去，谢雨花十哥，天哪，我的妈，谢我死了，加点歌送来。
大叔。建国哥哥，停住，还有十秒，还有十秒。哎呦，谢谢十娘，感谢十娘，谢谢小哥哥。真没有，真要求没有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谢谢谢谢，感谢你花时间，谢谢你影哥，严重耽误 GDP 哦，因为我姐这边应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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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打空打都打出七八来七八来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本来就是寻思拜个年啊，拜个年，这不过年了嘛，那天在一个欢迎那个欢迎后进来的兄弟，没有做任务，把任务做一做，完了那天嘛，正好你连我的时候没接住啊，没接上，完了我再发回去的时候，你再跟别人乱斗了，我也就没说话，要不然我就跟你说一声了，完了又打个岔就忘记了。好像昨天不前天是。姐没事，我这边忙乱斗是有人都是忙的时候，尤其唱歌的时候或家里有大哥给大哥表演才艺的时候，或者很多时候是不可能那个随时随地的，对吧姐？嗯嗯，等那啥的，我这个事儿我今天过年嘛，今天这个感觉和这个感受我记下了，然后明天我找你。啊、哦，好啊，等你。这种痛苦的感觉我挺有印象的。然后等你明天晚上，好，我好好我找个兵强马壮的时候。好嘞，到时候你提前十分钟跟我说就行。你提前十分钟跟我说。那我能给你准备机会吗，姐？那不行，我得准备，我得准备。那必须，我必须出其不意啊！你要跟六九军团准备的，那扯啥？那不扯硬碰硬吗？啊！感谢门神六十四哥那个礼物，谢谢就是硬大哥礼物啊！是吧，到什么时候六军团的散票什么这一块的在全网都知名，那不能让你们准备的话我就完了。要不然真没条件，你不要不准备的话没条件。今天是小年，明天那个过了十二点就是那个南方的小年。对，哎，你是哪儿的旋律？我东北的啊姐，我现在在吉林长春那边。嗯，那今天是小年，咱们都是过小年。今天他们说明天过小年，那就是南方的兄弟们应该是。对，这面我在这面，主要最近我是那啥，过年之前之后这两天是我媳妇儿二胎预产期。哎呦，你太幸福了这一天呢！哎呦，整的吧，挺紧张的，啊，也不知道啥时候，就整的嘛挺紧张的，就是。小年对，小年腊月23，恭喜恭喜，哎，恭喜恭喜！哎呀，那过年的话，你能稳定直播吗？是不是也得稳定直播？稳定直播呀，但是就他那两天我帮他照顾，然后两三天得休息两天就回来了，回休息两天，你不能不管呢、嗯、对吧？那对，整伤心的咋整啊？过年的时候估计初几不得串串门吗？不得休息两天呀、啊、我就为了直播拉倒，不行，穷啊。串门还得花钱，直播保证不花的，拉倒。好嘞，时间到了，拜拜，拜拜姐，拜拜姐啊。行了，任务是不是也做了？可以啦，谢谢我们的寂寞高手哥，小年快乐，小年快乐！哎呀，今天吃的很饱啊，今天吃的很饱啊！谢谢大侠，感谢感谢，谢谢，谢谢寂寞高手，谢谢那个小师傅，谢艾米尔哥。嗯，哎，不对，这个好像不是我师娘呢，这个不是我师娘呢，嗯，这个是，这个有我师娘，这个是，谢谢啊，感谢罗兰哥，谢谢赞哥，谢谢我们的暗影，还有我们的字母哥，谢谢我们的红心阁木叶，以及中医，谢谢我们家中医，还有艾米尔，还有师娘，谢谢。哎，谢谢那个、哦、我小师傅，谢谢寂寞高手哥送来的火箭。光看你逗了，咋忘了过任务了？谢我们的老程，谢谢敞开心扉哥，谢谢兄弟们啊，感谢感谢。这样，我采访一下兄弟们，就是你们觉得我马的时候是不是挺开心的？啊，是不是挺开心的？别管咱输和赢哈，我觉得马是挺开心的。马完了之后，我的踢了啪啦一顿打，其实也是马手的时候，也是在跟大家互动。我觉得我这样也挺好。我觉得我还马上瘾了呢。我觉得跟你们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互动哈。
你开心，我开心啊，码的时间长了一点。行，那我们到时候就几分钟，时间有点长，是不是？感觉你码的时候可开心了。哎，你别说多少，你说是一整说来给我来个猪，我来个猪蹄儿啊，我赞助个二斤肉啊，排骨啊，猪蹄儿啊，或者什么我来个玉溪，我觉得哎什么样都有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但是啊，尽量少一点，尽量少一点。逗得激情，聊得开心，嗯。够卡吗？我看看红星木叶哥够不够卡我们家的马甲啊，我瞅一眼。290不到300歌还是不够呢，你可以找一下找主播嘛，主播可以找那个加 YY1789FF， 在公屏上发呢。我们到12点休息，这两天不能太浪，还没完全好，鼻子还有点嫩嫩。对，我给那个艾米尔哥来首歌。艾米尔哥，你有啥想听的歌？广告没挂出来，我都忘了，今天就不挂了。进了歌手歌，有没有啥想听呀、啊？听啥的？不准嘚瑟，收，收。谢谢我们的红星木叶哥。